现在是护士为患者做理疗。这个是一个糖尿病肾病的患者，需要做移居，所以背面是三个电极板。现在是在放理疗的药包，这两个是肾区的药包。第三个是胰腺的药包。然后患者躺下。胰区再放一个药包，上下一共四个药包，电极板。用纸垫包裹身体，保暖。保暖也利于药物的吸收。好，盖上被子。下面是给患者开理疗机子。首先是背部的强度。这边是胰区的强度。OK，最后时间调时间，50分钟。OK。